他有什么害怕的事，下次咱们对他做那个摁摁他的那个。我有什么害怕的事？没有。你这么勇？就是哦，我不能下水。不能下水？不能下水。拿个澡盆快给我拿，我拿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害怕水还是说？就是旱鸭子。哦，那完全不可以。没事，那也正常。我学不会也没有，我看看有没有人学不会。没有。杨波，啊，半天不说话，你会游泳吗？我不会。啊，那别说了。我感觉刚才那个就像啥呢？建国是个老大，你知道吗？在找小弟呢。杨波，你上。杨波说：“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”让大哥失望了。我这一点特别丢人，我特别丢人。我一个学养鱼的，第一不会游泳，第二晕船。但他们说，我看那个就是毛豆应该知道，说那些船员其实会游泳没用，很多船员是不会游泳。哦，是吗？掉海里也捞不出来。我们那个救生演习往里扔那个菊人，我都会冒烟，没有用。扔海里有点浪就打着不着了。游泳没用，会不会没关系？对。你们平时有哪位对自己的表现特别不满意的？我手放下。你这么骄傲干啥？手放下。老嫂子讲讲。我今天就是对自己其实也没有特别不满意，只是跟自己预期的差距非常大。但是我感觉我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收获，就是我觉得我心理素质是真硬。在没有灯的情况下就信念感顶起来就讲。对。那么今天有没有大家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？哦，我有个有趣的事儿。因为昨天晚上把那个词儿改了一下，排的时候晃晃忘了词，然后我们俩改完稿子回去，我还想他今天会不会忘词这事儿。昨天晚上我其实没有睡好，我一直在做梦，就是比如我梦到一个交警在跟我说话，然后之后突然晃晃出现了，晃晃在跟那个人说话，但是晃晃忘词了，就他话没有接下去，然后我整个晚上就是没有睡好，就是一直处在我说完蛋了，他要忘词了忘词的这种状态里面。晃晃快道歉。我发现你很坏哦，你太坏了。这我也总做梦梦着忘词，我不忘词都还好，我梦着那个站在舞台上，然后发现哎稿子忘写了，然后特别吓人。太可怕了。有没有人对自己的选择后悔的？我不后悔，又不是我选择的呀，嘉哥。你我贴上你就追上来了。哇！因为四个人都很强，但我不知道选哪组就按顺序来。而且我有个小心思是，我觉得，建国哥可能。要搞总编剧的活，没空写稿是吧？对，我万万没想到今天我总编剧的活请了一天假吧？这个舞台好像有种演讲的感觉，有种演说的感觉。我的感受是，咱们这个天花板的舞台其实比下边好演。嗯，虽然我只拿了两灯，但是我觉得讲的很爽，很过瘾，离观众更近了。我分析了这个原因。就是说它往上升一点，你离那天花板就更近了，就离那个真正的天花板就更近了。舞台的距离缩短了，对吧？对，要不太空了好像也有点虚的。你看咱们线下演出就是那个它那挑高其实是越低越好。是是是。然后咱们那个不是说那观众其实更有一种包围感，其实那个观众也是弧形的，其实也更好讲。你恐高吗？有恐高的吗？没有恐高。我不恐高。我恐高，我恐高。那你今天在演的时候紧张吗？在那台子上？我昨天吓坏了。这就稳当了，都是稳的啊，都是稳的啊。但是哪块能掉下去？昨天在上面试半天，今天好了。那你啥感觉？我昨天就是试台的时候，老师就说你得站在那叉那儿演，说是最佳的舞台的平衡点。你要是往叉旁边走呢，这舞台就会有点晃。给我吓坏了。我以为走到旁边，它的重力就发生了偏移，它就变成这样。它下面有一个网。哦，那还好点。那个舞台要是透明的就好了。
火了，哥哥，你别这样了，小恶魔，你是一个小家。毛豆的 rap 是什么感觉？这里是毛豆 ，AKA 炊事班教授，来自大连 DLC 零四幺幺，看我一直到虎皮尖椒，让你们难忘今宵，出门都仙气飘飘，最后边还得来个巴拉巴巴巴，别来沾边。这段是应该是问你的歌，什么感觉？这是唱的真好，太燥了。你怎么学？你学过吗？还是怎么着？没有，就不学就可以这样吗？咱亚是一个东北人的天有的特有的，本来就有的。我也东北人啊。我上次想讲一个现挂，但是我一直讲不出来，我只能说我是小家，我现在想回家。完全想不出那个家可以怎么单押，单押就押上了呀。小家，我现在想回家，这里就是一个单押。单押小家。哦，对，单押跟家押家，哇！你们糊弄他有意思吗？那不是同一个字吗？那也算押韵吗？我是小家，我现在想回家，你们也可以去我家，欢迎大家来我家。去我家，我请你吃虾。这啥玩意儿啊？不同一个字儿吗？这厉害，连音都不换，就压一个字儿，纯单字儿。藏尾诗，藏尾诗。说李诞劝毛豆辞职，当时毛豆是咋想的？不行啊，自来水公司五险一金可不能扔啊！咱们也有五险一金啊？也有啊，骂他们也有骂，骂他们也有，再有那不行就过去吧。